家好，我是云爸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万金石马拉松。有订了接驳车，出发时间是3:30，没搭过接驳车，所以我2:30就出门探路，意味着我根本就没睡。不过还好，我报名的是10K， 从板桥出发到万里大约1小时，抵达万里会场喽。不愧是金标国际赛事，规模非常豪华，甚至还出动数十位武装警察，这阵容有点夸张呢。不到4点就抵达会场了，但是10K 挑战马的起跑时间是6:50，所以先来逛逛摊位。我在和联玩抽奖，抽到一个棒球帽。这里是馆长的摊位，现场有很多乳清试喝，我在这边应该喝了6-7杯左右。巧克力吗？有吗？巧克力吗？早餐就靠馆长饱了，要感谢3公分。芋头，芋头吗？我看到这里，整个人震惊。普通参赛选手居然也有大帐篷加座位，活动办得很用心，给个赞。副总经理，经过漫长等待，终于准备要起跑了。仪式长官致辞，准备起跑。新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国清董事长。Chairman of 新彩。先稍作休息一下，各位选手们可以突破。选手们陆续前往起跑位置，参赛选手非常多。这时候已经起跑了，可是路够太多，所以大家还是缓慢地往前走。等走到起跑线，时间已经过了3:30了。终于冲出起跑线，按表出发，还有特殊装扮的伙伴，来各位手。来到万里老街，这里巷子很小，所有人又卡住了。大概在这边又走了2分钟。本来在老街的时候觉得路线很难跑，跑到这里才觉得这路线真的好赞，边跑边欣赏海景，很美。其实以前也常开车经过这里，可是总是匆匆经过，没有机会停下来看这里的风景。前方是东澳渔港，都是热情的加油队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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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个补给站，补给站内容比较阳春，只有水、运动饮料，还有一些小饼钱。我随手拿了2个点心，就继续往前跑。怕中途尿急上厕所，基本上10K我都不会喝水。跑到这一段，觉得这趟很值得，实在是太美了。海洋天空连成一线，无边际的感觉。7K 折返点，过了折返点后，我开始加速。挑战马的新手比较多，前半段的人潮众多，其实不太好跑。过了折返点后，人少了很多。过了折返点后，人少了很多。剩下最后一 K， 全力冲刺。这里我大概是4分速在跑。
结束。还好，这次跑时间没有出现跑者心。完赛时间是1小时1分54秒。接着领奖牌与纪念品。谢。奖牌很沉重呢。挑战马友送毛巾，尺寸介于大浴巾与小毛巾之间，蛮好看的，而且又厚又柔软。谢谢。自拍一下，无伤完赛。拆晶片可以退100元，继续领其他的完赛礼。谢谢。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有热食，每个人都可以领一份热食。谢谢。还有豆腐汤，还有两份面包。这个拿了吗？这个拿了吗？来，来要汤匙吗？你要去打算吗？跑完后补充一点碳水，真的很舒服。第一次跑万金石，觉得活动办得非常好，摊位大，补给多，而且风景真的无敌漂亮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半马，只有10、42K 两种选项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未来参加马拉松，也会持续用这方式来记录。我是爱跑步的云爸，下次比赛见。